他都什么阶段啊？都有多少资产啊？我觉得你肯定特别多。我还好。大家就坦诚一点嘛，摇一摇嘛，大家摇一摇嘛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哎呀，你这个声儿有点大呀，卢卡斯。我这是手机。你拉倒吧，你把手机拿出来再摇一下。认真的摇一下。摇一下，摇一下。不小，不少。我来，这个不少。哇，大富翁。没有，你们都是大富翁。大富翁。大富翁。其实是可以联盟的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是。其实你说我们三个坐在一个车上是有他的理由的嘛？对啊，我们这样吧，你们俩先给我看一眼。哇，快！一二三，一起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很有义气的人，是吧？联盟就是联盟，坦诚，真的坦诚。那你起个样吧，你打个样吧，好不好？不是，就大家三二一起就亮一下，就结盟就好了，好，没有那么复杂。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等一下，我先确认一下页面在不在。好，页面在不在吗？对吧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真的太可怕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好吧，这个就是我们真的我们真诚一点，真的真诚，真诚一点，好吧？真的来，三二一，来。哎，作为我们俩的哥哥，你是不是要打个样？我真的，我很希望跟你们分享。我都已经开了，我已经开了。真的分享啊！来啊，来吧，来吧，好吧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你动了，你要不是？你把手，我手在这了嘛？我手已经在这了，我就差按下去。我已经开了。哦，他已经开了。啊，这样，我们打开，然后捂住，然后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行啊，好吧。三二一，慢点！敌不动，我不动。哎，我来了，来了。哎，这个不能看的，其实。规则里面是不允许的。不可以告诉别人的。不可以告诉别人的。停车！送我回北京。哎呀，我们太坏了。你看，新妹妹第一天回来还没搞清楚状况。哎呀。太高了，我赶紧回去把增高鞋穿上。我今天垫了仨，今天我都没垫了吗？我都没有，你没垫，我也没有垫。下次我们就说太高了，不要来胖的。站在我旁边，我都要。我说你们俩已经很高了，他们俩是。对他们俩是有点过分了。